第一次看到嫦娥六号发自拍回来，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在月球上的这个等身像，它是由谁来拍摄的呢？你看这一溜轮子印啊，开到那儿去了。是。哎，那个小车，啊，我们叫它金蝉，就像我们带到月球上的摄影师，他自己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，给我们照了一个全身像。这是我们在发射之前秘密带上去的一个小设备啊，它是一个智能的一个小车，可以自己找适合的摄影位置，并且呢拍照来传给我们。所以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一个浪漫？对，这属于科研工作者的一个浪漫。